everyone, welcome back. Continuing with Are You Safe? And this is episode 14. So let's not wait. Dive in. Check out this episode. And as usual, let's just see what's happening in here. So let's go. I figured he's gonna be doing more. Just don't get in trouble, get caught. That's nice.监控室，苗主管，六号梯有点问题，麻烦你过来看一下。好，我马上到。老刘，收到。东区的六号电梯怎么黑了？什么情况？你赶紧去看一下，我现在也过去啊。我知道了，你稍等啊，马上过去。 Okay, I like this. Oh, very quick. These moments are always just so intense. 收到，我现在回去看看。啊 ！Somebody stop him！ 你先别走开啊，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到。Oh my gosh! So much to download. This would be such a stressful situation for me. Like, if I'm playing video games and it has things like that, I'm like, oh my gosh, I can't handle it. Yeah, I'd be sweating. Oh. Where's he at? How? Okay. Mission accomplished. It would be so hard to watch. 视频你怎么会有啊？康龙已经把视频删除了，我自己恢复。不行，我要告他。不是，告他们也要有证据啊。这视频还不是证据吗？ 这视频是你非法窃取的，在法庭上根本没有办法当成证据。反过来，你还会被别人告呢。难受怎么办？我不可能就这么放过他们吧。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可是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冷静，不能再让阿姨为你担心了。
Good thinking. I hope somebody's gonna be able to help them and get that fixed.早餐放这儿了啊。 视频是你发的吗？ 梦彤，你跟我说实话，视频到底是不是你发的？ I kind of did thought that she might try to help him because she sees how much he's struggling. 他不止欺负阿姨一个人，还欺负了很多其他的老人。大家有权利知道真相。可如果他们查出来视频的发布者呢？ 我已经连累了我妈，连累了秦淮，我不能再连累你了。你没有连累我，这是我自己要做的。再说了，我一个人无牵无挂的，可你不一样，你还有阿姨。阿姨不能再失去你了。经过彻查了解，这次的事件呢，主要是由张某和苗某夫妇两个人个人所为。 其他的看护并没有发生此类的事情，我们保证，从今以后我们将严格管理，并且再次向老人以及家属，还有社会公众表达我们深深的歉意。目前区民政局和公安分局已经作出核实，对张某和苗某作出处罚，并对该康复中心下达停业整改通知。那么后续情况我们也会继续跟进报道。 哦，哈哈。 没想到事情发酵的这么快。嗯 ，He's gonna go to her house and see him. He knows he's alive. 哦，对了，我妈还不知道事情曝光的事儿，所以。放心吧，我会保守秘密的。谢谢，为所有的事。我也一样。<笑> Yes, finally. Episode like what, 14? Is he your friend? Yes. 他妈的事儿。
我也是看了新闻才知道。对不起啊，我一定想办法。你没必要道歉，事情已经解决了，以后也不用操心了。不是，什么叫不用操心啊？我已经没关系了。Wants to distance himself from him. Chen Bo, 我希望你不要误会，我真的没有把干妈丢在一边不管，我已经尽我所能给了她最好的看护条件。我每周都去看她，陪她吃饭，陪他聊天，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把被虐待的事情告诉我。也怪我吧，可能还不够细心，有时候确实工作忙起来，我陈默，你骂我，你怎么着都行，但你总得给我一个补救的机会吧。秦淮，你不欠我什么，这么多年谢谢你找我吧，我会不找你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想知道这些年你都在干什么。出国赚钱。我不是没找过你，我去国外找过你好阵子。后来就碰到那姑娘，她跟我说你死了。但是我知道你肯定还活着。他难道没有告诉你我找过你吗？是我让他这么说的。你什么意思啊？是我不想见你。以后我们也没有必要再见面了。几年没见，刚一见面就要跟我绝交是吧？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就这么忘了？唉，like he doesn't want to involve him in what he is continuing doing.Maybe Chemo thinks that he's just living his life and staying out of trouble. And he does not want his friend to be in the danger zone, pretty much.睡啊，睡不太着。想要什么就问吧。你和清华还好吗？我问他
现在就是路人而已。你故意的吧？阿姨跟我说了，说秦淮是你最好的兄弟，为什么要赶他走啊？曾经我们都有共同的梦想，我没法实现了，但是他还有，我不想拖累他，离我越远对他越好。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呀？我这骑车呢嘛。爽子的系统应该是出问题了，你看。啊？我看。羊毛党又开始在群里炫耀他们薅到的爽子自饮料，这人还不少呢。我去，不是刚给他们做好防御系统吗？对，但是现在他们能在羊毛群里边被薅到，而且兑奖率还非常高。清华的吗？我要去找他，他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我没辙了。我去找他。那你去啊。啊。你慢点啊！好，拜拜啊！有事给我打电话。好。啊，he's all depressed now。秦淮，秦淮出事了！秦淮，快门！秦淮，公司里出事了！我去，怎么喝成这样了，秦淮？啊，秦淮。秦淮，公司出事了，你自己看这羊毛群吧。看，看他们发了没有？这儿。哎，不就是系统崩了吗？多大的事儿？是，多大的事儿啊？又是因为沉默吧？他不一样，他是我兄弟。是我最好的兄弟，我不是你最好的兄弟吗？哎呀，是是是，哎呦，哎呀，来来来，好兄弟啊，就得喝一个。哎，别喝了，我去帮你拿。好兄弟，哦，好兄弟，喝完了吧？喝完了。嗯，喝完了就散了吧。啊？爬什么爬？我说，要不我把公司关了得了。是吧？你也不用再操心什么羊毛党了。我去，气泡水有这么大劲吗？怎么迷糊了呢？反正呀，干妈也不用我挣钱照顾了，往后的事我也不用操心了。想想也没什么负担，感觉挺轻松的。啊，什么都不用在乎了。
真的不在乎了？不在乎了。行，不在乎了，好吧。不在乎了。哎哎哎，找什么呢？你家纸和笔呢？这儿呢，这儿呢。拿。干嘛呀？啊，写个字据，把公司交给我。I knew it.这玩意儿是不是有护劲儿？你是不是疯了你？我烧了它，我也不给你。为啥呀？为烧了它。和让你把他给毁了，那是两码事。你就这么看不起我是吧？嗯，多新鲜！你说说啊，你捅的娄子还少吗？啊，翻旧账是吧？掀黑历史是吧？行。第一，思雅的事，要不是你掺和，能搞那么复杂吗？杀猪盘的事，要不是你瞎掺和，我能那么危险吗？第二，要不是我帮你。你能抓到咸猪手吗？第三，最后一个，要不是我帮丁丁，你能找得到瓶盖厂吗？啊，你都忘了，你不是要互相伤害吗？来啊！笑个锤子笑！哎呀，没想到，咱俩居然都一块掺和了这么多事儿，值得喝一个。来来来 ，No more drinking。行不行？你先跟我说说，你为什么想篡位？说实话吗？嗯。行，说实话。我以前呢，觉得自己技术很牛。自从不小心卸败给你之后，我就立志一定要超过你。把你当成自己的靶子。哎哎哎。目标就说是目标，靶子就是靶子，target。我之前瞄你，瞄的还挺有趣的，但是到后面呢，越瞄越无聊。这个靶子太颓了，太怂了，我真的是瞎了眼了。虽然我对你很失望，但是我对咱们公司还是很有感情的。我对唐玲姐和丁阿姨也是很有感情的，我不舍得他们。不舍得他们去别的公司受苦，因为他们是我朋友，而且我都想好了，等我当了老板之后呢，我要把你办公室那些土里土气的办公桌、办公椅、柜子全部在网上卖掉，把地板和墙全部砸烂，换成巨型宝宝的模型。总之，我要把一切关于你的全部抹掉。当然，如果你想回来看一看的话。随时欢迎。行了，你不就想变着法儿的劝我振作起来吗？啊，有你这么劝人的吗？Well, he's trying. 我不会灌心灵鸡汤，我也不会演苦情戏哭的稀里哗啦。总之。我遇到问题，先把对方胖揍一顿，等他什么时候打回来了，人就好了。谁教你的？生活。哎呀，行，生活，哎呀，行。我去，大哥，你干嘛干嘛去啊？行行，坐坐坐坐坐。啊，干嘛去？我去上个厕所，把事情捋直、捋清、捋通彻。啊，小心点啊，别掉坑里了。林总啊，我要见你们老板。喂。
老板，来客人了。周老板好。哎呦，周老板，你怎么来了？快，里边请，里边请。唐林，倒点水。好。你说你一个电话的事，怎么还亲自跑一趟呢？什么事儿？你说说怎么回事啊？我们听了你的建议之后，兑奖的损失更大了。安全系统都是按照你的要求调整的，可是现在全都崩溃了。应该是对方升级了攻击手段，直接绕过了我们的防御系统。更离奇的是，这次兑奖的 ID 全是真的。秦老板，你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再这样下去我们公司就要破产了。按照你之前说的，用真人用户果然见效，只不过咱们这利润太少了，大部分分给合作方了，得不偿失吧。这你都想得明白，合作方就是一幌子给咱们打掩护，万一要出了什么事情，他们还能帮咱挡一道呢，是吧？说白了就是替死鬼，这钱花得值。走了。攻击了我们的防御系统，还能在短时间内找这么多人去兑奖。我早就跟你说过，瓶盖兑奖有问题，而且行动迅速有效，关键技术上没有任何漏洞，而且这个问题很严重。现在不是说风凉话的时候。你之前不还说你不干了吗？老板，林律师来了。你怎么来了？爽滋滋公司是我介绍你们过去的，现在出了问题，饮料厂老板请我过来跟你们一起处理这个案子。你不是来帮忙的吧？你是来监工的吧？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地方？别问，一问就是毫无进展，毫无头绪，不明所以，无从下手。不是说技术压倒一切吗？现在到了你们用技术证明自己的时候了。我知道怎么解决了。Of course, somebody's gonna have an answer, idea. Okay. 去这儿。你带我们来网吧干什么？我在我那个羊毛群里面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我就查了一下，没想到真查到了线索。你们看，就这个人，天天在群里面发什么回收瓶盖饮料优惠的消息。然后呢？然后，我就追了一下他的 ID。经常在这个网吧上网。喂，这边收到了吧？你们家外卖里面有头发，让人怎么吃啊？我也投诉啊。抱歉，我们给您重新做一份行吗？重新做一份？你们这卫生条件，谁还敢点你们家外卖啊？不行。那我给您退款，您不要投诉可以吗？哼，这还差不多。啊，这次就饶你们一马，下回注意点啊。谢谢你啊。这么不要脸呢你？干什么你啊？这游戏打的也太菜了吧！你会？
跟你打听个事儿，你实话实说呢，小姨我免费帮你练号。哼，光说谁信你啊？这样，你来试量吧，行的话咱们再说。你先试量吧，我先去上个厕所，好吧？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啊，华。我们还没问呢，你怎么知道自己不知道？那你跑什么呀？那你们想干什么呀？你们别慌，别慌，就是想跟你谈个生意嘛。谈生意？谈什么生意啊？谈之前你还得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那么多 ID？ 你要没有，我们都免得跟你谈了。我还以为你们想要干什么呢？就这个，我告诉你们说啊，我这一片最大的羊毛商，我手上有上千个 ID。不过呢，就要看你们的生意要做多大了。怎么证明啊？怎么证明？哎呀，不是我炫富啊，来看看。我手上有20多个羊毛福利群，每个群里面有500个人，只要厂家有个漏洞，我分分钟搞垮他们。厉害啊！但这些不够，你们上线是谁？我们先找他聊聊。我就是最大的上线了。说吧，你们想要多少人？你们想要多少人，我就给你们多少人。年货节、女王节、表白节、618、818。Oh, I want to know what her shirt says。你们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啊？这一年年的，我们不是在过日子，而是在过购物节。每一个购物节之前，网红热门产品都会推出预售活动，只要付了定金，不是可以打折，就是可以让定金膨胀好几倍。这是省钱的秘籍，但也造就了我们尾款人。紧跟时事、善于创新的骗子们顺理成章地盯上了我们。在购物节满天飞舞的促销信息当中，你可能会收到这样一些短信，里面带着内部预售、提前购、一分钱定金抵20元等等等等，让你热血沸腾的词。你就想啊，既然气氛都轰到这儿了，反正我看看也不会上当啊。于是你就点击了短信中的购物链接，然后你就中了木马病毒。没错，中招就是这么的快，你的个人信息、你的账户资金，通通成为了不法分子收到的尾款。你一定想不通吧？这都2022年了，以我的智商，怎么还会被短信给骗了呢？其实不论到了哪一年，一样会有人被骗。避免上当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不认识的短信不要看；二，不确定的链接不要点。你记住了吗 ？Yes, definitely. And I'm still curious what it says on her shirt because it says "Я вас не", but I can't tell the bottom line, which means.I, then there's you, and then no. So, like, what's the last word? I have no idea. Okay. So, of course, you know, we know the tip that she was talking about at the very end. That is very important. All right. So they got this guy, and of course they're going to try to have him show things off, do things without really explaining of, you know, who they are and what the end is going to be like. So we'll see about that one. Was a little sad.The way Chen Mo and Chun Hui, you know, met finally each other, reunited. But of course, Chen Mo is distancing himself without really, of course, explaining anything or tries to kind of end the friendship. So the other one can just move on.And have a decent life and do things as they both wanted. But Chen Mo now thinks that his vision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and he wouldn't want to
drag his friend down. So we'll see how that's going to be, of course, unfolding later on. And now they're pretty much right beside each other. They're close. And Chen Huai knows about the other one, and he's right there, and he's alive, which I think deep inside he probably believed that he was alive all this time anyways. So we'll be continuing with the next episode, and of course, you know, hoping for the best is all we can do. Thank you guys so much for stopping by, watching, liking, and commenting.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so you know when things come out, and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Time.